今天呢是我在东营试播的第一天啊，就是老花移动人号今天试播，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品啊，玩的。你别想错了，不是我唱小品，是这些几个小的物品。你这个宝莲灯啊，基本上都带花苞了，四个花头的，还有这种火鹤也叫红掌，还有这种黑天鹅，这个是个小福利品，29.9就可以用。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凤梨，还有江荷花，江荷花这个品种叫鸿运，跟之前卖的那个影子不太一样。这个的话开花会更多，还有龟背竹哈，还有这个就是相思鸟里边的富贵鸟，这个东西你就比较好理解了，这个是开花带花苞发货的啊。还有这种海鱼啊，叫剑叶，肥料土花盆药哈，各种都给大家搞一搞，还有各种蝴蝶兰。好了，别的没啥了，到时候老花一东营号开播啊，记得整一下。我是老花一，然后这段一。拜了个拜拜。嗨，嘿嘿嘿嘿。